道的酵素氨基酸洁面保湿小金露是可以帮你落妆的。眼线呢，我们呢因为 waterproof 啦，我们建议呢用一些落眼妆的产品啦，但是呢洁面小金露是可以帮到你落正常的妆的。用之前呢是不用沟水的，我们不需要起泡，不用沟水。通常我第一过呢就会落大概3-4泵啦，然后呢在手上面捽两下就可以在个面部按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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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路按到你觉得有少少黏黏地啦，你就加几滴水或者洗一洗湿自己的手啦，然后再按摩大概1分钟啦，就已经基本的妆已经可以帮你落咗噶啦，唔系好起泡噶。小金露有很强的保湿作用，除了有 51% 的酵素之外，它还有一个日本的海月水母，它是超强保湿，洗完面之后你都不会觉得斑斑紧的，还有它可以有一个落妆的功效，平时洗面可以用，落妆都可以用的，不过如果落妆就要用2次，过完水之后落妆程序就再用多次，第二次我大概用3-4泵左右都是，然后正常用清水洗面，洗完面之后呢皮肤真的很水润的。道酵素及氨基酸保湿洁面小金露，抗炎保湿敏感肌适用。